听的质根就是这个白鸽曲。很多洞穴，这里应该有规模。石岩呢有咁靓呢，就全靠呢个火山爆发爆出嚟呢，就全部呢形成咗所有呢啲地貌啦。谷边有间屋真系有人住紧嘅。望过嚟，仲有好多，有只狗同我打招呼。呢个叫做白鸽谷，都有好多层嘅，每一层唔同颜色，相信系唔同嘅火山爆发造成唔同嘅颜色灰冚内。山好特别，好多穴居啊！下边咧仲更加多啲窿，冚棒都一个窿二个窿嗰啲屋嚟噶。山再嚟近景，呢度嘅顶都得意嘅，几个位置都平嘅，好似大峡谷嘅感觉啦。呢度可能下边系有人住嘅。世界文化遗产里面不能拍的，只可以拍这里，是石室教堂。
呢個七層嘅育嬰院，同埋裏邊有修道院，又有咧係禮拜堂喺度嘅。呢個仲可以用嘅，呢度咧係 chapel 嘅位置。等你入邊日久失修，佢驚遇到遊客有啲咩問題咧，變咗佢個站好大，咁直頭封咗住。呢個冚唪唥都係啲教友可以住嘅，分得男女。試下大家，我有啲事。一個大的洞穴，這裡側近有很多小堂，這個樓梯上去的，有啲唔知係咪以前刻落嚟嘅十字架，洞穴嘅裏邊。呢好似个千佛洞咁喎，好多个窿。呢边有好多佛洞。呢個茶廳好有地方色彩，間鋪頭啲唱片啲配樂好靚。
I'm gonna see you. I'm gonna see you. I'm gonna see you. I'm gonna see you.